瓜，还有海鲜炖饭，一道几乎都200内。CP 值真的很高哎、欸！我迫不及待，我先来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它的这个每个蛤蜊呀、都这么大，而且你看它的那个汤汁，哇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手会扭到。好，我先吃了。爆汁，超新鲜 ！Oh my god！ 我们还点了蒜香奶油虾、然后干贝、节瓜，还有海鲜炖饭。这个海鲜炖饭也是超厉害，而且这海鲜炖饭你刚才多少钱吗？180，便宜，超便宜的，不来吃怎么可以？真的，这个好像也是都每一道几乎都200内、，CP 值真的很高哎、欸。我先吃一下这个海鲜炖饭，因为它真的超香的，它一上来我就觉得哦。它的番茄味超浓，哇，好香，它是红酱的，红酱，有海鲜味吗？有，有海鲜在嘴巴里的感觉，有，就是鱼在跳动。那我吃这个干贝、它底下是节瓜、这个看起来也超厉害的，超厉害的。